刚刚讲的只是一个大概啊。哦，我喜欢先给你们一个 picture。啊，这个东西要什么？然后给你知道这些东西以后，你会很多问题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才好。啊，我不希望他教你们教完了以后，你不晓得没有问题，对不对？也不知道为什么问题啊。那所以你就会自然就会产生很多问题。那产生很多问题，那那个问题就会指引你追求的地方，哦，那才会有进步，哦，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些哦，只是一个大概，就是因为你创业，它是这样子执行，至于说每一个细节，哎，我们以后就会慢慢的去就把它包进去，哦，所以现在不要急，当然你假如现在急也没关系，哦，我很乐意帮你讲，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呦，我一讲你就要懂，哇，你假如我一讲你就懂哦，那变成是说，不是你难过，变成我难过，我会觉得啊，我怎么差你这么多？我以前写那么多年才懂，你现在那几分钟就懂，哦，所以拜托你不要让我难过，哦，好，所以整个乙酸先筛管，它基本上就是，就因为乙酸先抓回来以后，我要去知道，因为这个创新到底是什么，对，要做什么事，然后呢就会去产生一些事情，对不对？我刚刚讲的一些事情，指挥各个部门去做事情，然后他在 control 这个楼，就一样会去要求做下面的工作，所以所有下面的工作都是因为这边产生的指挥事情。所以说有一个 control， 这个嘛就会要求他去算被加速跟加速的位置。好，然后呢，计算完了以后，他有一个 control 系统，就会去要求他去从 memory 里面把被加速跟加速抓出来。然后这边产生了一个系统，因为告诉这一步，所以求你把这个被加速跟加速就放在 R1 跟 R2 里面这两个记录器的内容，把它加起来。然后有一个 control signal 会告诉这一步，就请你把放在 R3 记录器3里面的内容，把它存到一连串的位置。所以所有下面的这些动作都是因为这里产生出来的，去指挥它东西。OK， 所以不是说我这边产生的解码完了以后不见了，不是，它这些控制信号它是安排的。这种系列性的控制信号，去让它自己实现。啊，好，所以你大概知道这样的就好。啊，那一个印刷体呢，基本上它有包含两个东西，一个我们叫做 OV code， 一个我们叫做 operator。OV code 呢，就是所谓的 operator， 啊，就是你要让我做什么事，叫 ADC。让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OV code。好，那叫 operand 是什么？验算语。人家 ADD， 那你就要告诉我被加速的加速，那被加速的加速就是验算语。好，那 OV code 叫验算值。我们两个有个这个接触过这种名词。好，所以你看，你一个指令是不是至少要包含这两个？一个是告诉我做法。一个是告诉我做这件事情的对象是什么，对不对？他那个对象就是什么，就那个啊，那个做什么运算，要做什么动作，那叫做运算。所以每一个指令都要有这两个东西啊，不管是这个用任何一种方式，你都要表达出这两种 information 在那个方式。好，那所有的 instruction， 我们讲说，不管是 data 还是指令，它都是由一连一连过来，啊，都是由一串连一连一的东西过来，所以这些指令也是一样，啊，这些指令也是一样。好，那一个电脑，某一台电脑里面，它对于它的指令，它的格式是怎么样，它有哪些 OV code， 啊，然后呢？它的这一个电子的方式有哪几种？就我们在算那个 evaluate， 你看，这个 evaluate 就很贵。
它提供了哪一些电子的模式，哦，然后每一个指令它的格式是怎么样，是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你假如跟别的机器一样，那一家公司就会告你违法著作权，都一定是不一样。好，所以每一个指令它的格式是怎么样，它的电子宝是怎么样，然后里面呢包含几个 operand， 然后每个 OP code 到底长得怎么样，所有这些资料就叫那一个机器的 IST，Instruction Set，RIST。 好，所以通常你要知道一部机器里面你要怎么样去程式设计它，或者你要知道它内部的运作的功能的原理，或者它的流程，你要去研究它的相关设计。好，那这种通常一无所知的知道。好，所以你只要去买一台机器，它大概不会给你多少资源，所以通常都要透过内部，你知道它这个每一个算是长什么样子啊，真的不是这样。好。来，我们举个例子给各位看，啊，所以我们举例子你就很了解。来，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指令，一个 LC3 的指令，它长得就是这样子。我们讲说，刚刚有讲，对不对？我们说它每一个 word size 是不是16个 bit？ 所以它每一个 instruction 也是16个 bit。它说它在 memory 里面算一千块。好，它每一个 instruction 的格式，啊。它都有定义，所以这里我们给一个 ADD， 我要做加法，做加法。那你要做加法，是不是要有第一个加这个 OP code？ 所以 ADD 就叫 OP code。然后再来你要有被加速，要有加速，对不对？然后你还告诉我加出来的结果要放在哪里，是不是这样？然后你还告诉我说这个被加速跟加速，啊。被加速跟加速到底是什么格式？所有这些东西你都要懂，都要做明确。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其中的一个指令，它是 ADD， 啊，然后这个 ADD 它的 OP code， 我们说你一定要用0101的字的串表示你的。这个 ADD 呢就是000，好，它就用0001代表 ADD， 所以那个 control unit。他就把前面每一个刷钱的前面4个 bit 抓过来解，一解他看到0001，他说：“哦，这个0001，啊，就是满足这样的格式。”所以我底下产生的那些控制信号，我就要让他去执行这些动作。执行哪些动作？好，只要可求于你看到前面4个 bit 是0001，他就知道说后面3个 bit。就是我加出来的结果必须要放在这一个记录器里面，所以像这一个是110是不是代表6，它就是记录器6，第六个记录器，所以我的核加出来的核我要把它放在记录器6里面，啊，好，然后他就知道说后面这3个 bit 6到78，我们的 bit 都是从右边开始走，这边是0 12 13 14好，然后像8跟7跟6是代表什么？被加速 ，OK。所以这边是0101，对不对？它0101是不是2？所以被加速是放在记录器2。然后这边呢，210，啊，在我们这边是110，对不对？所以这是记录器6，加速是放在记录器6里。好，加。放在记录器6，然后在后面000，啊，在这个指令里面，这三个一定要用，它不是零，有另外的那个代表另外的意思，我们留这个留着，先看这个。所以呢，他一把这个0001这个指令抓，这四个 bit 抓住了，很多人也抓住了，然后他再看3、4这三。这几个月，事实上主要看第五个月，啊，好，他就知道他要产生哪些控制器，然后他也知道说这个加法的被加速在哪里，加速在哪里，
然后交完出来结果就要放在那里，所以他就知道说，哦，这一个被加速是放在记录器二这里，加速是放在记录器六这里，然后我要把这两个记录器的内容里面的内容加起来，加起来的结果放在哪里？放在记录器六这里。所以意思就是你把记录器里面的内容抓出来。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记录器在这边，R1、R2、R3、R4，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有三个bit，所以我可以有八个记录器，000就代表 R2，001代表 R1，那 R6，哦，这边还有一个57波，那 R6 是一。所以假设我 R2 就是零一点，假设我 R2 放的是48，啊，然后 R6 放的是32，那这一个指令就告诉我们说，把 R2 里面的资料跟 R6 里面的资料，这个当作可以标注，这个当作标注，把它加起来。结果放在 R6， 所以当你这个指令做完了以后，就3666，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 7A， 所以3666，对不对？你是把这里的资料跟这里的资料加起来，结果放在这里边，啊，所以这边就是 7A。所以你写一个这样的指令，这个电脑就帮你记住了，这就变成这样。这样可以吗？啊，所以你每一个你的程式里面每一个指令长得就是像这样，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这个格式就是那个电脑设计的，他要去设计。就说，哎，我到底这个 OP code 要几个 bit， 然后我这个后面这个要几个 bit， 然后我这个格式这里连带着什么，一带着什么，在这个这里，他是把它设计出来。所以为什么叫做 architecture 建筑师，所以电脑设计这种东西的人就相当于建筑师。我在房子盖房子之前，我要先把这些东西拿全部设计好，包括每一个指令我要让它长成什么样子，每一个指令这个 bit 是连在的什么意思，这个 bit 一代表什么意思，好，然后每个栏位要几个 bit，我全部这个设计资料全部圈圈，啊，所以那个 ISA 就是那个设计师，啊，所以这个设计师是非常薪水非常，就像 IBM 啊，或者 Bell Lab 他们都养一大堆这些，啊，就像 Intel 啊，或者 Motorola 这些微处理器就是这些设计，啊。好，所以他事先就设计好这个东西。那当他一旦设计好这个完了这个东西，就有那个电子工程师去把 IC 做出来。他就像我们那个建筑工人，对不对？工头啦，啊，工头就是那个建筑工人的厂，对不对？然后也是找一大堆工人啊，那有些人是抹墙壁啊，有些人是他地基啊，然后啊就要去把那个建筑工做出来。哦，但是那个建筑师的东西，他是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然后建筑工程师就把这个电脑把它设计出来，把这个房子盖出来。好，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指令。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就是 LDR。那 LDR 又分成好几种。一种是 LDR， 一种 ADR， 什么等等，这个我们在下一章就会讲清楚。把指令框框给你，比如 C3 的指令框框给你，然后每一个指令我都会跟你讲，那个指令代表什么情况，代表什么意思。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指令的例子。那这个指令是 LD 是 load 的意思 ，LOAD， 好 ，LOAD， 然后这个 R 呢，代表就是说
你这个位置的计算是利用 phase offset 的方式。好，那所以刚刚有同学问我说这一个，这个这一步是什么意思？哎，在这边这个例子就很清楚。好，这一个是在干什么？这一个就是说，前面把 memory 里面某一个 memory 的位置里面的内容，把它读出来 ，load 就是 read 的意思，对，把它读出来，然后放在哪里？放在某一个位置上。那所以假如我们这个意思，这个上面是这个 LDR 的格式，只要在 LDR 它的格式就是这样。好，这边有六个 bit 当做 offset， 这边有三个 bit 当做 base bit。那什么叫 base bit？ 这边是 destination， 那 DSD 是 destination。Destination 就是目标啊 ，Destination 啊 ，DSR，DSD 就是 Destination， 然后 Offset 就是中文叫什么？就是加上某个东西，就你有一个基础的东西，你的基础是一百，然后加二或减二，它这个二加二减二就是 Offset。正二负二的，好，那所以假如 LDR 它的格式，这边六个 bit， 这边三个 bit， 这边三个 bit， 这个是 floating point， 好，然后这三个 bit 就是代表 destination 的位置，就是你要把读出来的东西放在哪一个位置，好，这三个 bit， 然后这三个 bit 呢就代表 base 位置，这六个 bit 叫 offset。那你要读的那个机体的位置在哪里？就是把这个 base register， 这 base register 等于是这八个 register 其中的，这八个 register， 所以你也是三个 bit， 啊，就可以去抓这八个 register， 对。所以你把这个 base register 里面的内容抓出来，跟这个 offset 两个加起来，就是你要去抓的那个机体。位置，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是 invariant， 你去算这个位置，所以你要经过算才能知道。才知道说，哎，我要抓到这个机体的位置在哪？啊，好，那就我们这个例子，这样，这是零一一，这是 base， 这代表第三个位置。所以假设我第三个位置里面放的是二零，好，然后呢，这个 offset 零零零一。这是一个 two's complement 的，所以就这个例子来讲，因为这里现在就在等它是正，好，那这一点是个六，所以你要把这个六抓出来，跟我这个 R2 跟 R3 里面的内容抓出来，两个把它加起来，所以就会有个20抓上去，那这怎么加？经过 A 为一这个加往器，然后加起来得到结果就是二六，好，是不是我在算？五百六呢？就是这个，我就把26算，26算出来，就知道说啊，你现在要读的那个记忆体的位置是二六。好，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记忆体在这边有一个二六这个地址在这边，这里呢这个内容是，比如说55。55，好，那这时候他就把55抓出来，放到哪里？放到 destination 的零零一，这个 R 的，所以这个 R 的里面的放在这里。OK 吗？你看，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个 LDR 这里啊，我们就有了一个，就是五百有了。在这一步，这个 R3 的内容跟我后面 offset 的六加起来得到26，然后存在这一步又得到26，然后下一步呢就是 face offset，
就把二六这个 member 位置从二六里面变五五保存上，所以这一步就把五五保存。好，然后这一步呢 ，SQL operation 这个就真的去执行 load 的动作，然后读出来，然后放到 R 上，也读到了 R 六，哎 ，R 二，是吧？好，然后呢，这 store result 这一步就。因为就有这个引爆点，没有这个，所以他直接把这一个引爆点 ，OK 吗？好，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哦，那例子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强。好，好，那我们这边就只有这两个例子。哦，因为不要太多，太多我们就引导去下一章的例子。所以你看，你一个就是像我们刚刚的这一个这个指令，好，那这个指令呢，0001这16-bit的可能放在哪里？可能放在 memory， 比如说 memory 的18这里，18这里就放我们这个0001。好，那这时候呢，在我们的 PC control unit 里面，所有的插头都是 control unit 这边一个 PC， 这个 PC 里面放的是一把。好，然后这边有一个 IR， 对不对 ？IR， 所以你刷新 cycle 刚开始，他就把这个 PC 一把。把它输送到 memory AR， 然后再送一个信号给它 read， 这样，那这时候18这里面这个0001是不是就被读到 NPR 去，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control unit 再从 NPR 把这个16-bit读到 IR， 所以。这里就变成0001，所以当我们做完第一步哦，第一步就是 fetch， 或者各位比较不喜欢看这个地方，所以 fetch 你刷一次反正，这个第一步做完，这个也刷过，这个18里面的内容。好，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二步就是 decode 的操作。其实在这个 decode 的操作之前，他会把这个 PCIe， 因为这个太细节了，它就会变成一九，这 PC 就会变成一九。好，然后再来是 decode 的操作，这个 control unit 就解码，对这个 IR 做解码。这个 IR 做解码，它怎么做解码？它先把0001。跟这个第5-bit的连挂住，连一通，原来你要做这样的动作，这样，然后它就产生一大堆过变的控制性，就产生这个。好，那这些控制性它就会告诉它，你去算 ，control， 你去算这个，那它去算的时候，它发觉说，你这个0001这个东西。还有这个后面这个第5-bit是零，就是代表说 A 加速就在这3个bit，它的这个记录器就是这3个bit，然后呢加速是在后面这3个bit，所以它很多就是在那里。好，然后呢再下来，它就把这个 operation 抓过来，抓到那个加码器那边，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执行，然后执行完了以后，因为你的结果是要放到 R6， 所以他再把结果放到 R6， 好，就这样子一个 APP 就够了。好，那 LDR 呢也是一样，刚刚这个指令，
史留地亚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这个史列夫在第九这个地方，好，那第九是放连一点，连一点，就放这十六个字。然后我们 BC 刚刚已经被十八加一变成十九，对。所以当这个 ADD 这个整个做完了，它是又回到第三个赛季第一个第一步，来，它第一步呢，它又把十九送到没有没有没有，它让它读，所以这个指令一九的这里面这个指令就会读到它呀，就是说它呀这个指令，对对对，然后下一步就结束。解码完了以后呢，说哦，原来你这个你是要从 member 里面抓东西，那我就去算你要抓的那个那个地址这样，所以他就把 base register 跟 offset 两个相加，得到二六，你看看你得到二六，啊，这步就做，啊，这步做完以后，他就会肯这个肯德有一个肯德系统就会去抓。二六的资料，旁边有一个，现在只用二六，那二六是什么？所以这边就从那个记忆体里面就抓到五五。那五五的话，你把它放在哪里？就说这执行，对，放在哪里？放到 R 二，所以它是把五五放到，然后它就做，这样对吗？然后这时候 PC 它会变成二六。他不了，变成 EA， 变成 EA。啊，他每一次把那个引发器抓回来，他就会把它掉了。所以，假如你的指令是一个一个挨着放，然后一个一个执行的话，那就必须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除非你告诉他跳，他才会跳。啊，那怎么跳呢？交接吗？你找这个 LDR 跟 ADD， 好，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好，好，所以这个每一步，它就会重复讲，啊，什么叫做 fetch， 什么叫 encode， 什么叫做这个 evaluate， 什么，啊，所以我就不再讲。那我们刚刚是说，假如你指令一个一个做，对不对？那只要 PC 一加一一加一，那指令就会做完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那你有时候你不希望这样，有时候你是希望说这两个相加，加出来结果假如是正的，那我就跳到哪一个地方去，对不对？假如加出来结果是负的，那我就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不对？那假如跳出来结果是零，那你就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不对？这我们叫降，降的这个地方，倒列。好，那这个东西用在哪里？在下一次或下下一次就会看到。好，就不要。好，那这样子也是一个指令，就叫它跳。比如你现在在执行一八这个指令，对不对？那也是用下一次会跳到之前二六这个指令，好，那所以一九二一九一 A 一一的指令都你都不执行，直接跳到这里，下一个指令这里这里 ，OK 吗？好，那你这个跳跃的指令，它的格式是什么？它这是其中的一种，跳跃指令有很多种，这是其中的一种，好。那这一种呢，就是你这边要结果，这三个变的一定要结果。那所以这个 control unit， 它这个 JNP 啊，它的 OV code 是一一的，哦，所以 control unit 把前面四个变抓出来，发觉哦，你是要做这个降格的动作，然后他又把后面，他当他知道是一零零五的，他又把后面的三个变的抓出来。啊，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要做降，然后这个呢还要再确定它到底真正的格式，所以它会再额外的加上一个。啊，所以你
这四个病完了以后，后面要抓几个病，他要先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就像我们刚刚 ADD 对不对？他知道他是 ADD， 对不对？0001，他就会知道说哦，我要再抓几个。啊，那他假如抓过来的四个病的是。是1100，大家知道我还要再往后面。哦，这个都是在我们那可抽烟里面做的一个对比。好，那所以假如碰到这样子的话呢，他要下一步要跳到哪里去？就跳到把这个 offset 这个溜抓出来，然后跟这个 base 是不是连一个？把 R 三里面的内容。跟这个溜加起来，加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跳的位置，我下一个指令会出现的位置。他说我很简单，我就把这两个加出来的结果，然后放到哪里？放到 PC。好，所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现在连一、R 三，里面假如是二零，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溜加上二零。就变成二六，就变成二六，然后你把这个二六呢放到 PC 里面去，就变成二六。我 PC 是这么说。那当我 PC 变成二六，下一个指令的之前的那个指令的位置，是不是就是二六？对不对？因为我们指令在之前都是，它的那个指令在哪里？就在这个 PC 里面的，它的位置在这个。所以下一个指令是什么？好，二六里面这个，他说这个就跳一了。你看啊，从这个比如从一八到这个里面跳到这个，好，这样可以吗？这就是做跳跃的。那不管你做跳跃或者是做那个行跑度，比较度，反正某一段程式里面刚刚就是做100次。都是千次，啊、哦，这个都是你这个，没忘记的。那我们下一章会介绍更多，啊、哦，所以各位大概知道这样多一点。啊、哦，所以整个引刷品它的执行，就是把每个引刷品分做好几个步骤，然后它就很多你是按照这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做。一个指令做完了，再下一个指令，就是。可是有些指令跟每一个部有一些部分是重叠的，但是可重叠里面知道。啊，因为它只要掌握适当的控制信号，它就可以控制一个执行。好，那整个电脑里面哦，它来控制这个顺序，哪一个工作要先做，哪一个工作要后做。全部是有所谓的某些塞，所以各位的所谓的卡，啊，电脑里面的卡，只要你把电脑那个卡给关掉，整个电脑就大，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好，所以说，那这个我们就叫做某些塞，某些塞。好，那个 finance 这种线呢，它会变换它的状态，完全就是有一个。那通常我们都是这个 clock 由一变成零，在这里会驱动那个电子键驱动，其他时间都不会动，啊、都不会改变状态，就只有在这个由一到零这一刹那这个状态就改变。啊，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 clock， 这个电脑的状态才会改变。我觉得那个状态就是固定在那边。它固定在那边就变成没有用，对，就像我整天都状态都不改变，就是站在这里。那我这个人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我只会站在这里啊，对不对？你要我往前走一步，那我的状态一点改变，对不对？我的坐标不一样，你的坐标在这边，这个位置变成在这边。哦，所以只要我有动，我的状态就会变。所以因为你的状态变，所以你才有可能做这个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只要一个人状态都没有变，那他什么事情都会有，最老也是一个，你一定要让他改变状态，从比如说像这一个，从 F 这个状态要改成 D 这个状态，他从 D 要改成 Regular 这个状态，从这个状态要改成抓 Upward 的状态等等等等，那每一个里面意味它的小状态，每一个大状态里面有小状态，好，那每一个小状态里面是由谁决定？由看你要直接哪一个决定。好，好，所以这个我们叫做短线交易，或者叫做高。那通常就是讲，这个现在电脑厂商都是强调，哦，我这个高越快，代表了电脑越快，啊，但事实上不见得，啊，好。那这里呢，就是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 megahertz， 一个叫 MIPS。MIPS 就是什么？就是每秒钟我可以执行多少个？那以什么为单位？百万个。换句话说，我每秒钟可以执行多少百万个指令？所以这个叫什么 ？Millions of instructions per second。就第一个 M 是 million。啊 ，I 是 instruction，P 就是秒，啊 ，S 就是秒，所以我每秒钟可以执行多少百万个。假如我说我是五 MIPS， 就每秒钟我可以执行一百万个。啊，好，那这 megahertz 呢是在 calculate， 就你让我去猜，一秒钟可以有几个 call。那通常这一个。减小的这一个啊，就比如说可能这一个是这个二十倍，那代表说你执行一个一刷新需要二十个卡，这样好，好，那是不是代表说 MIPS 越高越好？也不一定，那就要看你的这个电脑是我们所谓的 RISC 模式啊，还是 CISC 模式啊，所以一堆。哦，我现在给你很多名词，以后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知道这些东西，而且我们专门的书会告诉你，就是 risk 模型怎样设计 ，CISC 模型怎样设计。啊，好，那所以这个就基本上这两个名词，啊，他们通常是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啊，你说是这个算是做完，一个秒钟可以做完这个算。好，那你现在呢？你通常你一打开电脑，你一打开电脑，然后你一 log in 进去，这个电脑就不会动。好，即使你看它那个荧光幕上面都不会动哦，它还是在跑什么？跑 OS 作业。关键那个系统就停在那边等你输入，所以它随时在侦测你有没有输入。它不是没有动，哦，只是因为你没有输出给它，所以它没事做，它就在那边，哦，所以就好像一个人，哦，你的仆人一样，他就坐在那边等你的指令，你没有指令，他就待在那边，哦，但是那个人还是有跳，有心跳，有呼吸啊等等之类的，对不对？那你的各位的 PC 也是，当你一打开电脑，好，哦，然后 password 进去。这电脑过一次就开始了，过一次就开始了。啊，那你说，哎，我现在把它关掉，那怎么关？就把它卡着，把它关掉，它作业系统自然就出来。所以通常我们说关机，关机就是这个。关机就是你把那个卡座给它锁住。啊，你看，你有没有看那个开始？那左下角那个开始，对吧？它那边有个关机，对不对？那你按关机。哦，那个关机就是把电脑靠好，所以它只有很小的备用电钻，但是整个电脑是不一样的，这样 OK 吗？哦，那你怎么样把这个电脑关掉？哦，就是粘在这里有一个靠的电脑上，就叫你这样。我这时候我这边接一个 R 的，各位记得吗？这个就是那个 R 的是在起，对不对？我们上一张对照那个机。好，这是在一起。
哦，所以我这边就给他一个信号，假如是零，我给他一个零，这块如果是超过这个信号，好，然后我赶快让他动，离开机哦，一让他动，自然会打开那个一个按键，他这边就会双击，这里就会双击，那所以你看到的，对，好，那你假如按关机，哎，他这边就双，就维持零。我说他是一个机器，他一直记着，一直到你开机为止，他都要打一直记。他这个就是靠你这个流程去放一个，然后这个卡里面就可以电脑可以去上。好，好，所以你大概知道这样就有什么厉害。好，你这样一下子知道了，这样可以这个。好，所以你出去不要讲说，哎，我们老师都鼓励我们不要知道的太多，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哦，这是现阶段的，啊，你不要要求的太多，哦，你只要知道这个大概的东西，然后你不会产生你的问题，这是一个概念，哦，我就这样想这个问题，那你这些问题，你说我们先慢慢，好，第二个问题。好，哎，对呀，都没有，好，没有在最后一张中，没有，所以我们洗涤已经可以了，哦，那所以各位就是上去，各位就是我给的，还没给啊，你是上去还没给，还没，是哦，那我怎么记得我给？好，那我给你，所以我很快的就会。就会放到这个网站去，好，所以各位就去做一个练习，然后千万不要忘，下一个礼拜9:10，哦不不，9:10先上课，跟我们一样放一半的课，一半的课，然后再来我们这样，好，好，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